想問咧，包蝦餃係咪一定要包嗰個形狀噶？嗯，我包蝦翼得唔得噶？喺度教咗咁多年，證書、文憑同高級文憑我都教過。今年依班文憑真係有啲唔同喎，睇得出佢係好有自己嘅想法。点啊？做成点啊？师傅，我已经跟足你嘅步骤去做啦。嗯，做得几好，叻仔啊！师傅，你睇下点心嗰啲细节位咧，我仲未做得够好啊。不过你睇下呢个包，个包咧咁样揿出嚟咧，啲奶会流出嚟噶。你睇下几得意！开咗学几个月，同学都好努力咁样学习传统嘅厨艺，亦勇于创新，迎合时代。嗯，我好欣赏。嗯，幾好，鹽分可以再控制翻好少少。係，知道。咦，你喺度睇緊乜嘢啊？呢啲我都睇過曬咯喎，要唔要我幫你補下習啊？唔使啦，我自己睇得啦。你喺度做乜嘢啊？冇啊，好奇望下啫嘛。之前学院拍嘅怀旧菜 video， 今日追到师傅拍啦。哦。时间、温度、外表对点心嚟讲都系好重要嘅。其中一个环节我哋做得唔好，都好可能影响到整个味道或者食客嘅感受。你可以将它的外形改变，但是你要知道它原有的形状和外表都是有它的原因。我将它做成一个煲胎形，一炸得均匀，二容易进食。有时我们不可以只想着自己的角度，我们都要想想食客进食的感受。传统这两个字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老套，往往会有学生想突破传统而忽略了基本功。不过当学生明白到传统背后的意义之后，他们都会努力学习传统的菜式，渐渐学晓传统中华厨艺讲求的一丝不苟。同时我都乐于见到学生的创意新思维，对我来讲是一种启发和热诚。我会将我识嘅嘢继续一代传一代，令新一代能够将传统与创新融会贯通，继续将传统中华文化发扬光大。师傅，咦，翻咗嚟啊？系啊，我哋特登翻嚟探你噶。多谢你教导，我哋整一啲点心俾你啊，你试下。你整噶？系啊，我特登整噶。